Jerry. Go.
Jerry? 这个. Good. Thank you.
来，后面同学跟紧，我们要开饭了，后面同学，快点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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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？您能介绍一下吗？这个是炒肝，北京的，老北京的。然后炒肝就是这个包子，这个是北京最有名的这个吃炒肝的地方，叫天兴居。这个就是它边上的小吃店，叫锦芳小吃买的，丁丁刚才买的。这个是天津炸糕，这个是南方的一种炸糕，它就是糯米搁上红豆沙，青团啊，这个叫青团啊。刚才丁丁说这是青团，这个叫北京的叫驴打滚，驴打滚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奶油炸糕，它这个里面搁了奶油了，蘸着糖吃，还是挺香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吃吧。这是包子，天兴居。这是老多的最爱啊。这个是豆汁儿啊，这个是豆汁儿。那你要跟着 join the whole